法师，各位居士，阿弥陀佛。我们现在讲的是应顺导师华语集第二册方便之道，我们讲到第286页啊。那么这一节也就是在讲念佛菩萨的观法，那这个如何观法，是不是就要看观经啊？就是要读观经嘛，哈。所以呢，我们在第283页这些是不是都属于观经啊？哎，好，所以就看我们要修的是哈，跟哪一位诸佛菩萨有缘，那就要去读经典，啊，读有关系的经典，啊，而不是自己想一套，对不对？啊，都要引经据典啊，啊，引经据典哈。好，那第286页也就进入第三步。第二步，观药王药上二菩萨，那药王药上二菩萨也见于《法华经》，《法华经》的最后面哈，第20几品当中也有药王菩萨本誓品，那也依此而成立观法，分别的来说观二菩萨的这个身相，所应该修集。修得的功德，那药上菩萨还开示了过去53佛的忏悔法，那在我们的第208页到210页哈，也讲到有所谓的过去53佛，还有呢35佛，所以加起来总共88佛，有没有？这个呢也会是我们北传中国这个非常流行的那个大忏悔文，对不对？过去53佛加上35佛，35佛，在第210页嘛，倒数246，中国古德将35佛与53佛综合成为，综合为同一忏悔文，一直流行到现在，而且把它称为叫做大忏悔文。大忏悔文并且还在我们的晚课里头，有没有？哎，其实，在晚课这个单日诵，阿弥陀经，双日就是大忏悔文88佛，88佛，好，那我们回到第286页那么是第四刚才是第三，第四呢就是观虚空藏菩萨经，虚空藏菩萨，先后有4种译本，那经中呢就会讲到，忏除业、罪业，有国王的5根本罪、大臣的5根本罪。声闻的5根本罪，初学菩萨的8根本罪，并且说了称名礼拜供养虚空藏菩萨所得的现世利益，所以呢就依此而成立观虚空藏法，也就是属于业罪业的这种忏除法，因为这里讲了很多的根本罪，那如果能够好好的称名礼拜供养，那么也能够获得现世的利益，好，那又依着大宝积经优婆离会，也说余生功德经说智罪法，名决定毗尼，有35佛，35佛，所以呢会把这35佛跟前面的53佛怎样结合在一起，结合在一起。叫88佛大忏悔文，所以呢，观虚空藏菩萨见菩萨的身相，就能够灭除罪业，所以这是观虚空藏菩萨经，第五呢，就是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陀天经，弥勒菩萨是继释迦佛未来成佛的菩萨，所以当他成佛的时候，就会下生。下生而成佛，所以会有上生经跟下生经。那这都是依《阿含经》所说，
那么增入了世尊哈，附属大迦舍，啊，因为迦舍呢，它也是带弥勒成佛相见后才入灭的一个传说。哦，好，那弥勒他是世尊唯一的菩萨弟子，入灭以后呢，他上升东帅陀天，哦，所以呢，往往会有上升东帅天来见弥勒菩萨，哦，这样的说法。那因为在兜率陀天来讲的话，它还是属于欲界天，所以不需要修定，啊，所以弥勒菩萨或者弥勒佛，它的造型上面是不是就没有结跏趺坐啊？啊，要修禅定是不是才结跏趺坐？所以它几乎都是怎样交脚坐，啊，两脚垂垂或者下面的，啊，这个脚呢稍微交一下，叫做交脚菩萨。哦，四川的那个大佛是不是也是弥勒佛啊？他也是两只脚垂下来的哈，垂下来的，哦，十之八九大概都是弥勒菩萨或者弥勒佛。好，那依经文来说的话呢，啊，主要都是不厌生死乐升天者，爱敬无上菩提心者，欲作弥勒啊，欲为弥勒作弟子者。哦，还有呢，他应该要一一思维兜率陀天上天上哈，兜率陀天上上妙快乐，啊、哦，而且呢，应当系念念佛形象称弥勒佛，这个就能够除罪业而往生天上，哦，未来遇见弥勒呢，那么成佛之后闻法得意。哦，这部经的意趣哈，比较近于大圣初心时期，与前面四部呢有所不同。我们想想看有什么不同呢？他这里所讲的哈，都比较正面的、喜乐的，有没有？他并不厌生死哎，他不厌生死，乐升天者有没有？而且他爱敬无上菩提心者，哦。并且他所思维的是不是都是兜率陀天上上妙快乐啊？比较乐行者，跟前面呢大部分都是忏悔啊，过去的业障啊种种，哦，这个呢跟前面这四部不同，哦，因为弥勒菩萨他本身就是慈氏菩萨嘛哈，慈氏，所以呢他这种那种比较正面一些的哈。比较不是厌离的，哦，那么尤其，比方我们在第284页有没有倒数第五行，像这个观无量寿经啊、哦、的对象，往往都是充满不满现实，有没有的厌离情绪？这个在我们凡夫里头是不是也经常有的啊？我们常常都是不满现实，啊、哦，而且就想我就脱离这里，我想去另外一个更好的地方，结果每一到一个地方都发现，都是永远不满现实，然后就一直想要脱离，就换啊、哦，就变成一年换24个头家，换来换去，换来换去，哎，其实这个都不是一个好方法，哎。所以不要用这样子的一个哦出发心就很可惜，哦，不是因为厌娑婆苦而求生极乐，哦，那么他也不会是为了说啊，去极乐世界应该是去学习充电，哦，那么为什么要充电？就为了要利益众生嘛，是不是才是大乘法啊？哦，也才是大乘法啊，去那里就是要去修学菩萨行，到底要怎么做？哦，培养我们的信心能力，哦，去那边要这个要学得哈，起码2把刷子，对不对？才会能够回到秽土的世界去怎样学去行菩萨道，他应该是很积极、很正面的才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弥勒菩萨这个的话，是不是他就比较积极正面呢、啊？他会比较积极正面一点，哦。所以常常也会觉得，哎，其实我们学佛的人是不是也应该积极正面一些，而不是一直不满，哦，充满了不满现实的厌离情绪。
哦，这是负面的，啊、哦，这个都是比较负面。其实我们说，哎，佛法啊，之所以不同于这个奥义书哈、哦，其实也在于怎样顾及了现实。佛法是不是专门帮助我们来面对现实、处理现实、接受现实啊？对不对？反而是接受现实，才有改善现实的机会嘛，啊、哦，也才有改善现实的一个机会。哦，所以我们常讲说，接受不圆满乃是智慧啊，对不对？要接受，啊、哦，接受现实啊，啊、哦，现实都有很多的不圆满，啊、哦，那要接受不圆满呢，才是真正的智慧，啊、哦，这就是佛陀教我们的，啊、哦，才能够去转化，接受之后才有改进的机会啊、哦。如果我们一直在拒绝，其实会恶化。反而会恶化情况，因为我们逃避嘛，不肯去面对，哦，反而事情是恶化的状态。等到我们真的，逃不过，再回头来看的时候，可能已经越来越不可收拾，哦，那更麻烦，哦，所以希望我们都是比较充满正面的情绪，对不对？就是去接受它，而不是去逃避它，哦，是比较充满着这种比较正面的正向的思想，哦。那尤其透过因缘法来接受哈，是最容易来转化的，啊，好，那第六文殊师利波涅盘经，啊，也是在说文殊师利菩萨的身世，还有他涅盘时候的相好，哦，那劝众生当勤细念，念文殊相，念文殊相法，啊，见文殊身相的功德。那么也作此观者，是名正观呐、啊。若其他观者呢，那么都名为邪观。啊，因为文殊师利菩萨毕竟还是以什么？以智慧为主啊，以智慧为主啊，所以他是说，哦、啊，这个才叫做正观哈、啊。好，那这个显然也还是属于观经的一类，虽然它的这个经名没有观字，但是它还是属于什么？观经。啊、哦，还是属于观经，所以以上六部，啊、是释迦牟尼佛及毗卢遮那佛，还有阿弥陀佛二佛，啊、之外呢，就是弥勒文殊普贤观世音大势至药王药上虚空藏八大菩萨的观法。那不同佛菩萨的不同修法正不断的怎样发展起来？那大约是在西元啊、四五世纪的上半叶啊。等于从5世纪一直到5世纪的上半叶，5世纪初是鸠摩罗什大师，那到5世纪下半，上半，啊，等于是差不多450年的时候，那么其实已经有很多的观经的出现，所以呢，这种不同佛菩萨的不同观法，也不断的怎样发展起来哈、啊，那这个都具有什么大乘佛教的佛法的一个特质，啊。啊，因为大乘佛法呢，往往就是念佛念菩萨嘛，对不对？以佛菩萨为我们学习的对象啊，所以在第287页最后一行哈、啊，念佛念菩萨能够净除罪业，得生净土啊，乃至得陀罗尼啊，这个禅定啊，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为大乘佛法的重要行门。啊、哦，这个是大乘佛法的重要行门。那这种修行跟异行道的佛前忏悔关系极深。好、哦，因为念佛法门在六念门里头就有了。啊、哦，念佛、念法、念僧、念师、念戒、念念念戒、念师、念天嘛，哈、哦。那异行道里头呢，也有所谓的三品法门，有没有？三品法门就是忏悔，啊、哦，随喜跟什么回向，啊、哦，再加上劝请，啊、哦，所以前面也有异行道上面的，啊、后来就合而为整，那个普贤菩萨的10大愿有没有？啊、哦，这个也都是属于异行道上的，啊、哦，
那在易行道上面来讲的话呢，修持当中是不断的忏悔啊，跟这种罪业关是有关系的。啊，因为在观菩萨、普贤菩萨行法经里面也常讲，啊，说诸佛世尊常在世间，色中上色，我有何罪而不得见呢？啊，就是不断的在忏悔。啊，不断的在忏悔我们自己的罪业，那么宝积经的发胜至乐品，至乐会里头也讲，今为业障之所缠缚，于诸善法不能修行。啊，善住意，天子会也讲到，啊，自见往昔所行的恶业，啊，深深忧悔，常不离心，于身法不能正入。啊。还有《谤佛经》也讲到，求陀罗尼不能得，何以故？以彼往事恶业障故。哈，所以呢，总说呢，这里就讲到众生之所以不能见佛、不能得陀罗尼、不能修行、不能证入，一切都是过去生中的罪业在障碍。哦，就等于是我们在这个用功的道心道业上面哈，这个难以入手，那么往往，是过去的罪业障碍，所以呢，会透过念佛念菩萨的观恨当中，那么不断的忏悔，不断的向上进修，哦，所以呢，往往会跟什么，跟这个忏悔业障，会有很深的一种结合，而且呢，在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也讲的，扼要的讲，要忏除业障报障。烦恼障，哦，那其实前面导师也讲，其实这个烦恼障并不是透过忏悔的方式，对不对？而是我们就应该要去怎样面对我们的烦恼，去调伏烦恼哈。好，那于现在身呢，修诸三昧啊，念念之中能够见佛色身，那么终不忘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哈，因为。所谓的大乘佛法，有个很重要的发愿是世世常行菩萨道，有没有？在世世常行菩萨道当中呢，其实有生之年就是要念念之中能够见佛色身，才不会忘失我们想要学佛乃至到成佛的大心，甚至呢还希望能够往生到他方的净土，因为这种净土的建设，其实也需要生生世世，那去净土往往是去修学，然后回来转变，这个能够由秽土而转为净土，好，所以观虚空藏无菩萨经也是以念佛忏悔为主的这种观恨，所以呢，念佛忏悔，往往是怎样会结合到一起来。那早期传出来的大乘经典来讲的话，小品般若，还有24愿品的本的这个《阿弥陀经》或者《阿出佛国》等，都还没有去重视到过去罪业的忏悔。就早期比较不是到后来慢慢的就会重视过去的这些罪业的问题。那《金刚经》。啊，也讲持经而能够先是罪业则为消灭，有没有？等于是要能够重罪轻受。观无量寿经也讲到说，消除多少劫生死之罪，必当生到极乐世界去。所以，念佛念法，那念法之外就是要持经，念僧呢就是要行菩萨道，跟三品法门里面的这个忏悔相关联的这些。法门就会怎样发展起来？那念佛主要就是观想念佛，忏悔，那所以就会有所谓的拜忏，拜忏里头是不是就是叫取向忏？取向忏因为在这些忏本里面也是在讲到过去的种种种种的这个罪业了，都比较透过现象来说，所以呢都比较是透过取向忏的一个方式。那以《法华经》法师功德品里面有里面讲到这个六根清净功德，里头呢并没有讲到什么忏悔，所以呢有一些早期来讲的话比较不是那么重，到观经时期
啊，特别注重什么过去的罪业，好，那像《法华经》来说的话，它也没有说到忏悔的这个部分，啊，但是呢，到《法华经》里面的《观普贤菩萨行经》呢，啊，倒是说到六根忏悔法，来得六根的清净，啊，所以所说的这种忏悔是念法的忏悔。哦，《法华经》比较在法上面哈，因为受持《法华经》哈，读诵啊，若读若诵若解说若书写这类的，好，那在，所以《法华经》比较重的是念法的忏悔，好，那其他的这种忏悔呢，往往是比较观佛菩萨的，好，所以以《法华经》也讲到昼夜六时礼十方佛行忏悔法，来诵大圣经、读大圣经、思大圣意、念大圣事、恭敬供养持大圣者，是一切人犹如什么佛想。哦，所以像《法华经》里面有常不清菩萨，对不对？常不清菩萨他说把所有一切人都当作未来佛来礼拜啊。哦，这个会比较从什么？从这种诵持读哈、啊，诵持受持读诵啊，为人解说啊，书写在法上面的忏悔，哦，甚至说如果有忏悔恶不善业来讲的话，还当诵大圣经典，哦，所以呢，要忏悔六根来讲的话，也是一切业海啊、哦，业障海呢，皆从妄想生啊。好，若欲忏悔者呢，就要端坐念十相。哦，所以透过十相忏跟取法忏是不大，取相忏是不大一样的。取相忏会比较，比方说，哎，念诸佛菩萨，是不是就比较观相的方式？哦，或者在这个拜忏当中呢，哦，所说的都是过去所造的种种的现象啊，事相。但是以《法华经》哈，《法华经》呢比较在法上面的忏，念法的忏悔，比较属于什么？十相忏，十相忏，哦，当然十相忏它会比较属于大原则性的，取相忏呢会比较在现象上的点滴，哦的这种忏法，不过就在现象上的点滴的忏法会比较普遍，啊、哦、会比较普遍，十相忏呢，因为它必须要跟什么？跟智慧、跟慧学要结合，啊、哦，跟慧学结合。所以前面呢，在这个讲到念佛三昧里头，哈、哦，也讲到说，啊、哦，以大乘佛法来说的话呢，也有所谓的重，啊、哦，比较重信跟什么，啊、哦，就说比较重慧的观法是不一样的，啊、哦，是不一样的。好，重信的话呢，就会比较这个观哈、哦、念佛菩萨的观法哈、哦，在信，重信的话了哈、哦，那如果比较重慧的话呢，比较从般若经来下手哈、哦，从般若经典来下手，哦，比较属于东方的哦，出佛国的，哎，那重信的会比较是在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方式哈、哦。好，那么在第290页，念佛。念菩萨而见佛呢，哦，所以这里的见佛，其实也就是观佛而现出佛来，对不对？啊、哦，那尤其是到大乘佛法的般若三昧啊、哦，更是啊、哦，那么佛陀是可以现前的，所以这个都称为念佛三昧，念佛三昧。所以念佛还要透过禅观，让啊、哦、佛。像能够在定境当中现前，所以我们可以见佛闻法乃至于情法，啊、哦，好，那依鸠摩罗什法师的大义的卷中就讲到见佛三昧其实有三种，啊、第一个呢就是，依禅，好、哦、依禅修而得五通，啊、我们相对的左边有没有三类见佛人中？第一类，啊，就是依，这个都是依着禅修、禅定来得五通、五神通，啊，五神通也就是，
右边这边哈说菩萨获得天眼天耳通有没有？或者飞到十方所，这个就是神足通，啊，那去见佛难问，啊，断诸疑惘，啊，也就是说见佛三昧其实有三种状况，一个是得神通者，啊，第二呢是无神通，啊，无神通，虽然他无神通，但是因为他常修念阿弥陀佛等现在诸佛。而且他心住一处，即得见佛，请问所依。好，所以呢，第二种他是属于常修念佛，没有神通却还能够见佛，啊，但是在这种见佛当中呢，往往是离欲得定的，离欲得定，啊，那第三种呢，就是学习念佛，哦，学习念佛。或已经离欲的，或者还没有离欲，那么也能够见佛。哦，那见到佛陀的声声，或者去见到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啊，这都有可能。那其实这三类来讲的话呢，都名为什么？念佛三类。但是这三者其实浅深大有差别。哦，在倒数第四行有没有？啊、哦，这三类都名为念佛三昧，但是浅深大有差别。啊、哦，是有深有浅的。啊、哦，所以以此来说的话呢，像《观普贤菩萨行法经》里面说：“云何不失无上菩提之心？云何复当不断烦恼，不离五欲？”啊、哦，那么得净诸根，灭除诸罪，父母所生清净常眼，不断无欲而能见诸障外事。哦，就是，不止在念佛三昧、见佛三昧当中哈，导师引观普贤菩萨行法经里面也会讲到哈，如何能够这个不断烦恼，不离五欲，也就是说我们初学者。是不是也不断烦恼，也不离五欲啊？啊，也但是呢，还要能够不失无上菩提之心，却能够得净诸根哦，而且还要能够怎样？能够除诸障碍，见上妙色。那这个其实我们说，哎，其实透过啊，其实就是透过所谓的什么波州三昧之类的，波州三昧的一个方式。哦，所以他透过专心修习，心心相次，不离大乘，一日至三七日呢，得见普贤。所以波州三昧，他也是不限定是哪一位诸佛菩萨。哦，那这里这个波州三昧，他不一定就马上能够入三昧哦。哦，所以往往呢，在不入三昧，却能够专心修习，心心相次。哦，这是定前的什么一心不乱的境界，一心不乱的境界，也能够见佛菩萨，但是这个属于什么比较低层次，低层次哈，所以说有深有浅，哦，但是我们初学者是不是也可以从这样子开始啊？哦，也比较能够从这样开始哈，因为在《观普贤菩萨行法经》里头，啊、哦。教我们，哎，可以，纵然不入三昧，哦，都还不一定要到这个 入波州三昧了，哦，等于是属于第三者的，第三者最浅的，哦，不管离欲不离欲呢，都还可以，哦，那主要就是要能够专心修习，而且心心相次，有没有？心心相次就是一心不乱，啊、哦，念念相续。那这个虽然还没有入定，但是呢，起码要一心不乱，就有机会见佛菩萨。见佛菩萨，不过这种的还不是非常的稳定，哦，还不是非常稳定。那么就必须要一心诵持到心不散乱。那么就如同哈、哦、这个智者大师哦说，比方送到这种药王品，心缘苦恨。啊、哦，是智智，
自是真精进句，哈，见共会，哦，见共会师，哦，会师师灵处灵鹫山七宝净土，听佛说法。啊，因为智者大师他也曾经曾经这个透过诵《法华经》，诵《法华经》，然后呢，他看到那个这个前面的祖师慧思大师，竟然在灵山会上来听佛说法，听佛说法，那这个的话层次就再深一点，再深一些。那所以呢，这种能够在《法华经》尤其像到药王品这个时候送到那个时候呢，那么他正好，这个一心不乱的状态，他也一样可以看到可以听佛说法。所以《法华经》里面所说的六根清净有没有？它是不需要神通的，它只要透过什么受持、读诵等的这种法师的功德。就有机会，就有机会啊！所以呢，我们说，哎，受持读诵经典，受持读诵经典呢，那么的功夫当然比前面讲的定前的一心不乱，那么也是，因为它六根清净的关系嘛，它不是透过神通的方式啊。并不是透过神通的方式，所以我们说，所谓的我们父母所生的这个眼根，能见蚊帐外的这种佛与净土，那么与智者大师所得的境界呢相当。就是我们还是用的是父母生的这种耳根、眼根，而能够听闻见闻，等于是在我们的这种障碍像铁围山之类的这种障碍之外的佛与净土，那当然这个就更深一些，因为这个要相当于智者大师天台的智者大师。那像《般若三昧经》里面讲说，闻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的佛刹，当念彼佛、彼方佛，不得缺戒，还要不得缺戒一心念，若一昼夜，若七日七夜，过七日矣，后见阿弥陀佛。于觉不见，于梦中见之。这等于如同在梦中里头见到的。那这种在梦中见到呢，他也是不持天眼彻见，不持天耳能够彻听。那《观普贤菩萨行法经》讲到说，普贤菩萨复更现前，行住坐卧不离其侧，乃至梦中常为说法，那是深一层次的。所以往往我们有时候也是，比方我们那个层次还不是非常高，那往往会从什么梦中，从梦中，从梦中。那么见到佛陀，又听闻到佛陀来为我们说法，那因为他所说的法呢，会比较清楚明白一些，虽然在梦中啊，但是那个是比较深一层次的，就是在定，是在定境当中了所以我们说，哎，见佛三昧，我们透过念佛三昧到见佛三昧，其实它还是有层次的差别。我们透过念佛三昧，其实是希望能够怎样见佛三昧嘛？因为见佛才能够闻法，还有呢情法，那但是我们说，哎，在娑婆世界，其实我们这个时候其实也还算方便，虽然佛不是有佛陀，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善知识，对不对？一样也有很多的善知识那其实我们也不一定完全要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了当然，我们说要到真的佛祖。佛能够现前，那是不容易所以它会有几个层次嘛。一个是神通，但是像神通这个倒是经典上面讲的少，那第二个虽然没有神通，但是因为常修念阿弥陀佛等现在诸佛，所以呢，他也还有机会，
哦，就像波州三昧，哦，就算不是在定境，有如同梦，所以有时候梦啊，那个定境跟梦，有时候我们也不一定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界定哈。但是如果属于那种还是初学者来说的话，那么或许，他这里就讲，已经离欲或者还没离欲，也还有机会见佛，所以那种见佛也往往也是从什么？从梦中哈。那要到说法、听法、说法，是比见佛还要再深的层次，还要再深的层次啊。不过，如果以我们现在来说的话，虽然不是直接从诸佛那里来闻法、请法，但是起码还有什么？还有善知识哈。就像应顺导师的这些著作里头，我们是不是也等于在闻法一般呢？乃至于我们还是有疑问啊，是不是也有机会请法？可以从里面怎样获得这个解答？所以呢，纵然说，它有层次来说的话，倒是不一定要用。当然用那个方式也是不错哈，因为我们这个用功到一个程度，这个心心系念着诸佛的菩萨的话，是有机会现前啊，但是我们的现前呢，往往可能在梦中的机会比较多一点，在定境当中的能力的这个机会少一点，不是没有并不是没有。不过像波州三昧，往往也是要在定境当中了哈。不过这里也讲到说，可能在梦中也可能醒过来反而没了反而没有。不过就像我们说，《法华经》里头也一直讲说，不用持天眼测视，也不用持天耳测听，一样透过六根的清净，那如何清净呢？就是不断的受持、读诵、书写、为人解说，也有机会，也有机会，那在法上面去做更深的一个听闻跟请法来讲的话，那个层次当然更深一些了哈。所以总说呢，我们说，在念佛三昧。念佛三昧获得的一份定境，乃至于到，还可以在请法、闻法、请法，那是更深的层次，倒是不见得要跟神通结合在一起，这个是佛教一直不会很希望跟什么神通做结合，并不希望跟神通做结合，好，那以上这个是属于第三节哈，念佛菩萨的观法。好，但我想呢，要观这些来说的话，我们要寻找跟我们比较相应的，那么去持他的佛菩萨的名号，乃至于还有咒语，对不对？之外呢，就是跟他有关系的经典，跟他有关系的经典。那么，应该要成套的，应该要用成套的方式，成套的一个方式，来变成我们的一种受持的功课，受持的功课，我们可以慢慢的找了哈，或者试着用各种的方式，然后让自己觉得，我跟哪一部哪一位诸佛菩萨的那个因缘比较深。都可以变成是我们的一个受持的功课所以我们说，在念佛三昧当中，那也不只是持佛的名号而已，对不对？其实要跟什么？跟观相也要能够结合在一起，对不对？因为持名的话，有音上面的，还有形上，还有什么意，这三者要结合。在意方面呢，那么就是在什么？在经典当中，在经典里头。能够有更深的这种理解的话，那更是能够相应，那就会变成我们学习的对象，那变成尤其变成我们的早晚课诵是更好，会是更好的，那当然我觉得如果说比较喜欢从会学入手，也可以用般若经典哈，那所受持的应该就是释迦牟尼佛啊。对不对？释迦牟尼佛因为
般若经典是不是都是由释迦牟尼佛来为我们解说？哦，来为我们解说，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哦，尤其慧学来说的话呢，其实也跟我们的这个生生世世的生死的流转有比较深的一个关系。哎，哦，那这部分的善根因缘呢，智慧资粮也可以借此来储存的。哦，所以我们说般若经典其实提供我们智慧的泉源，对不对？哦，当然我们说诵诸佛菩萨的，因为老师讲的是方便之道所以会比较在什么念佛，而且在观相上面。但是呢，老师还是难免要引到什么实相念佛上面去。那实相念佛是不是跟般若经典还是有关呢、啊？哎，其实还是会有关系所以有时候想想也不妨，比方以释迦牟尼佛毕竟也是我们的导师不过我们说，我们受持释迦牟尼佛好像也还不是太习惯。因为我个人就会有这个困扰我会觉得其实我好像跟释迦牟尼佛比较契机，但是，真的要持佛号的时候却一直阿弥陀佛，因为我们很习惯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后来想想，其实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其实，以佛来讲，他们没有差别，是我们在起差别，所以后来一转就是说啊，反正就当做我们的善根因缘吧。善根因缘，因为我们不断的念佛菩萨的名号我个人我还是会有持佛号的习惯性，我常会觉得那个是很基本的功课就像我们说，要做学问一定要有认字的能力嘛，所以我们说，如果在学术上要努力的话，是不是要通好几国语言啊？通越多越容易做学问，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基本功。所以念佛法门来说的话，往往是把它当作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善根因缘，因为让我们的七八两识不断的还是储蓄的，还是储藏着，所以比方我们像我念阿弥陀佛，我会观想的是无量寿无量光的这种无量寿无量光，我会把它就是想到的是法身慧命的无量寿，法身慧命的什么？无量光明，那这个就会跟什么？跟慧学比较容易结合在一起，跟慧学容易结合，因为这个也有人说，像比方我们比较，因为从慧学里头去体会到佛陀所说的真理法则，就在因缘法。就在因缘法上面嘛，所以有人就说，如果听我来这个讲解经典或者论点来说的话，最后都把它归到因缘法去，是不是？就像真常唯心系的人，他会全部都归到真常唯心嘛，那我们比较透过因缘法来看待的时候，就所有是不是都归到因缘法上？不过归到因缘法上比较究竟，是真的是比较究竟的。真的因为因缘法本来就是佛陀教我们的真理法则里头的那个最核心的部分嘛。就算是念佛，我还是把它归到什么因缘法。所以那个在讲那个什么《法华经》或者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那么我还是会把它归到因缘法去。因为真的还是透过因缘法来看待的时候它会是比较周遍的，比较更周遍一些，好，那这以上是这个第六章的那接下来第七章我们只剩下一章了所以呢，这个第七章是护持佛法与利乐众生，第294页第294页护持佛法。与利乐众生那第一节人间的现世利益，现世利益因为我们说佛法在世间来讲的话信修者能够得到现生的利益来生呢还可以生人间天上的利乐，生人间天上是什么？升到善道去
啊，生到善道，所以佛法它不只是了生死而已。啊，虽然佛法的核心，啊，是解脱生死的涅槃，有没有？啊，执是涅槃，那量不同而分出了所谓的解脱道跟什么菩萨道。啊，但是呢，在修学，这个解脱道或者菩萨道的同时，我们现身本身就会获得利益，啊，甚至于我们的来生还可以延续这份的利乐，也就是投生到善道的利乐，啊，这是副产品，哈哈，哎，自然而成的，啊，所以虽然解脱生死需要一大奥僧祇劫啊。对不对？好，因为要超凡入圣嘛，啊，超凡入圣，到这个证得涅槃，然后才解脱。但是呢，在过程当中，那么其实起码获得现生的利乐跟来生的利乐，因为我们在生生世世里头，必须一定要在善道啊，尤其是人道。好，那当菩萨道那更是啊，因为菩萨道本身是不是？这个利益了很多的众生，福报本身就是比较大一些，哦，所以菩萨道上哈，其实会富裕一点，是必然的，哦，解脱道上是不是会比较这个安贫乐道一些，嗯，比较属于安贫乐道型的了哈，好，所以呢，在现实的人世间，无论是自然界或者社会、家庭，乃至于自己的身心，都有众多不如意的苦患，有没有？啊，在现实的人间确实，但是呢，佛法的信念就是要啊，能够先获得现生的利乐。啊，要获得现生的利乐，唯有什么？依法而行。啊，也就是要能够与法相应，啊，不要违背什么真理法则。如果能够顺着真理法则，自然会获得现生利乐。哦，也就是合乎因缘法，哦，依法而行其实就是合乎因缘法嘛。哦，随时与因缘法相应的时候，我们随时是不是都有转化的能力啊？哦，就能够让我们自己的身心健全，哦，自己身心健全，然后与人和乐共处，哦，比较好的 EQ 有没有？自己本身好的 IQ 啊，这个。啊，在这个理智方面，啊，在人际方面呢，有好的 EQ，对不对？啊，像第七意识的杂染少，那个 EQ 也是会比较好一些啊。然后安分守法，向上向善，有没有？向上向善，哦，向上就是透过因缘法，是不是才有机会向上啊？啊，在生生世世的修行的那个功德，能够有一点点的加分。哦，其实每一辈子加分的机会的那个是很少的，但是都是很可贵的，啊、哦，也必须是向上，啊、哦，向上跟向善，哦，所以佛法它本身哈、哦、的信念就是让我们现生利乐，来生也能够利乐，哦，那如果有疾病的话呢，佛陀自己也是研医服药，要走正常道。啊、哦，并不是去祈求佛菩萨来治我们的病啊、哦，不是来抽一个药签来吃，啊、哦，不是，啊、哦，因为医药啊、哦，身体交给医学，心理交给佛学，对不对？啊、哦，因为佛学专门治我们的心理的病，医学呢治我们身体的病，啊、哦，当然身体的病能够治到什么程度，那是大家的功业，跟时代是。时节因缘有没有关系啊？有关系哦。过去有些病是没办法治，现在能治；现在有一些病没办法治，可能未来能治，对不对？那这个我们也得要随顺因缘哦。那么，医药到底还是治病的正途哦。我们的色身毕竟是有限的，离不了生老病死哦。这个也是我们应该要去怎样接受，接受之后才有机会改善。哦，好，那这个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个地方啊。哦
那么我们希望透过学佛而先获得人间的现世利益，对不对？有生之年我们能够生活的健康快乐，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嘛，哈。好，那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